来宾汉娜花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两个女人去传统市场采买食材的故事。我又没有带自拍杆出来了，智障。你想要吃什么菜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知道什么菜是什么菜？你知道是什么菜？现在就是空心菜。是葱吗？是葱吗？是，现在就是白菜，就是短叶，那个你知道？哎，怎么知道啊？它那个，对啊。请问是在对阿神吗？我完全不会分任何的菜。因为会吃就好。还是你要吃花椰菜？花椰菜。跟我念一遍，可是花椰菜要怎么煮？放点九层塔。所以九层塔是要做什么？就是一样啊。三杯鸡哦。九层塔多少钱？十块就好了。哪里要卖地瓜？对啊，对，很费。这是地瓜吗？对。我们要做三杯鸡，拔丝，拔丝地瓜。做拔丝地瓜要买几颗啊？你爽不爽啊？你要做拔丝地瓜、哦？这可以做吗？可以做啊，你会做吗？会啊，怎样看不起我吗？我们被老板看不起了。安安，那你那个还有什么挑？你帮我挑。挑不挑？挑了，挑了。这看起来好削吗？看超难。这个比较削，这个认真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削吧。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我知道了。这个没有水分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可以。酱多少？等一下。Hello， 酱多少？好了，谢谢啊。啊，再来三十七块。三十七。所以拔丝地瓜要怎么做啊？拔丝地瓜，老板你会吗？重点要把它用滑梯，用金水。用什么？最不会。金水。那为什么要怀疑我们不会做？老板的怀疑是正常的。他说我们那么正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好啦，这句话我可以接受。为了生意，他们切小块点。老板为了生意也会喊你帅哥。全联有卖去骨鸡腿肉，可是全联的应该没有那么新鲜吧？半只吗？一半只。中奶。哪一个比较嫩？我的比较嫩。我。鸡头要不要？我不要。要吗？不要。要不要切小一点？要炒的吗？还是要？对，炒的。好可怕，我不敢看。嗯。来现场宰鸡肉。看一下。而且刚刚居然要买鸡头，为什么要买鸡头？因为我爸会吃啊。啊，你不要吃就好了。鸡头会吃吗？可以啊。好像有吗？没有吧。处女男我不喜欢。哎，你是处女女哎，没办法。我想要吃芒果。我这今年都没有。还是那个花椰菜想加什么？红萝卜可以吃吗？我不喜欢萝卜。我想要吃芒果，买芒果给我吃。你家不就种芒果吗？那我要吃芒果，你要买给我吃吗？不要。哎，哪有这种台主啊？我陪他来煮菜啊！我刚刚说我要吃芒果，他跟我说不要啊。好像没有，说不定有啊。不要啊！我一个被拒绝，聊天室有人要买芒果给我吃。来了啦！我为什么要转移话题？因为我的芒果呢？啊，我就说我要打电话回去问啊。好了，哎，我们要骑车，我们要关台啦。待会见。亲爱的，谢谢你从这天起微雨的很轻易，小飞舞别小气，我的点心再来块炸鸡。